这两辆环保教育行动车首度在嘉义科学168教育博览会中亮相，为的就是机动巡回、主动出击，向更多民众秀环保。你的速度，它才会发电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主动的走出去，好，而且呢，设计的馆是一种互动游戏的方式，尤其小孩子们，上人说小孩子可以影响大人。好，恭喜你过关。两部车分别装设了10片及12片的太阳能板。负责提供所有车上所需的电力设备，智慧喷雾则是取代了冷气来降温。种种巧思让环保教育行动车很有变形金刚的架势，借以吸引民众目光。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水可以喝，那没有水要怎么办？黄色瓶不是垃圾哦，它是资源，可以再回收的。主要有两个主轴的面向，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落实低碳的生活。第一个货柜一定是有这个节能设备，刚刚讲太阳能板等等。另外一个面向呢，就是让他了解到循环经济的概念。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宣导回收好，不用更好。不要因为说啊，它可以做成那样，我拼命一直喝，然后买保特瓶来做，啊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寓教于乐的方式，目的是让民众在欢乐闯关的过程中，也能吸收满满的环保资讯，甚至对目前的生活形态有所省思。觉得我们可以再更环保、更爱地球一点。其实我们家离学校还蛮近的，可是都常常偷懒，都骑摩托车。其实以后可以考虑走路上学，更省碳。从双手做环保到开口说环保，现在还有环保教育车来带着民众玩环保。慈济环保30年，试着用行动影响更多人，让子子孙孙的生存不因前人制造的污染而备受威胁，而更能安然与这片土地共生息。